大家好，今天是4月19日，咁啊，再出翻嚟咧，就係即係喺個 studio room 嗰度，咁啊，唔需要再即係用錄音呢樣嘢啦，比較實時啲嘅係依個解説。咁樣，由於依個係3月31日至到4月5日咧，係港股通咧喺依個交易咧係暫停嘅，又再跟住加埋又有依個係港股嘅放假關係啦，因此北水嘅流向方面咧，冚唪唥就斷曬纜噶啦。咁啊，睇嚟又唔係太多嘢形容得到好。